站的时候呢，用的时候是怎么用的？也是首先在对方出手的时候呢，先抢敌手，抢敌手，抢敌手，这个啊，这个管腿的用法。管腿。抢到敌手以后，封对方的手，啊，往这边压的时候呢，同时就是等于管对方的，啊，从这过来，啊，在这个时候变脸，这管腿的动作，我再做一下封的动作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手呢，向这边送的时候啊，送的时候，同时就杀手了，杀手上步管腿啊，这个呢往上搂啊，这等于是一个像前弓步一样，同时这个手转腰变脸。